四弟不宜久留。小女子拜见君殿下。谢谢君殿下。男女授受不亲。小姐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公子说笑了，像奴婢这种身份卑微的丫鬟，您怎么可能会见过呢？不过是长相平凡吧。哦，小女子久居深闺，不便见外客，就先告辞了。好啦，别拜来拜去的了，这样低三下四，让人看着生厌。没想到时间竟然可以改变这么多东西。走吧。在这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朱老大，你还不走啊？看凤舞这样，我们也指望不上了。君殿下，您刚来边境城，我带你们四处转转可好？不必了，